政治话题来关心，民进党2024大选目标就是总统胜选，国会拼过半。而目前总统选情暂时领先，不过党内担心区域立委的选情恐怕因为总统的选举三强鼎立出现分裂投票，加上有部分选区存在交棒跟泛绿分裂的状况，导致选情艰困。绿营评估，除了总统参选人赖清德之外，也可以善用蔡总统这张牌，发挥双母鸡浮选效果，可以有利于刺激选情。强化跟专业社团的连结，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出席不动产产业后援会成立大会，争取支持。赖清德谈都跟说要解决一坪换一坪的问题。如果有达到这些进步性的要求，我们可以给予更高的容积奖励。去看管所啊，哦，去看管所，哦，看管所啊，啊，让大家吼带较舒适一点，哦，啊，让大家愿意来参加都更呐。赖清德也再提到自己的住宅三证件，包含会在八年任期之内达成社会住宅包租代管、租金补贴总额100万户的目标，解决租屋需求的问题。我也建构了一个简便的行政程序。还有给予租金补贴，还有这个税制的减免，甚至于运用公权力来面对钉子户的问题。不过这几年来，虽然有持续在进步，但是那个弧度，坦白讲，我并不满意。坦言对都更进度不满意，也承诺会加强都更。而赖清德谈政见之外，也要母鸡带小鸡。尽管目前选情暂时领先，但部分区域立委选情可能因为总统选举萨卡都出现分裂投票，加上部分选区存在结构交棒跟泛绿分裂等困境，国会恐怕无法单独过半。小鸡们盼望善用蔡总统这张牌，发挥双母鸡浮选效果。不过怎么看？希望总统跟你一起扮演双母鸡带头冲选情吗？我们也很期待现在施政满意度还是非常高的蔡英文总统来帮助我们各区立委的选举。蔡赖两人带头强攻，大咖加持下拉台选情。记者是刘玉达，新北市报道。